赵探探，你的命定情侣是慕白。慕白，我不能让他担冒险。是，也没错。完喽，信笺上的人跟姓邱的跑了。他不行，除了他，其他人也不行。 生气吗？他生气，他特别生气，他生气好可怕，吓死我了！啊，你怎么那么怕他生气啊？难道是？我就是喜欢他。哎，小心被姻缘顶听到，他会生气的。干嘛呢你？一个法器有什么好生气的？我倒是还要去问问苏志南，他怎么给我姐的钱？为什么我的命定情侣不是我喜欢的？ 现在就去。哎，谭谭，等等我。谭谭，你怎么了？苏掌门，我要你今天就跟我说清楚，为什么我的命定情侣是秋月白，但是我心里喜欢的却是别人。你的命定情侣啊，是慕白这人呢。啊？你的签文是"陆从今夜白，月是故乡明"。是啊，有秋有月有白，那不就是秋月白吗？ 这个签文的重点是"白"字，我知道秋月白白。赵探探，你的命定情侣是慕白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谭谭，谭谭啊，谭谭，谭谭，哎呦，没事的，他们两个又不知道你搞错了，只有我们三个知道。我发誓，我绝对不会说出去的。 谭谭，我们一定会帮你保密的。我赵谭谭是会为了这种事情而烦恼的人吗？我赵谭谭法则第800条，只要我不尴尬，尴尬就追不上我。我烦恼的是，什么呀？你们说，师兄他会不会喜欢我？谁知道呢？应该是喜欢吧。嗯，怎么说？ 就一种感觉，他看你的眼神不一样。可是我总感觉他对命定情侣这个事情一点都不在乎，也不去问。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。嗯，我想到了。想到什么了？对啊，你想到什么了？大道至简，主动出击。丹丹，你变了。